是啊，永刚有没有到这儿来呀？永刚？是啊，哎，你到黄卓那儿看有没有看有没有在黄卓那儿去？啊，那，哎哎哎，杨梅，这我们黄卓平常对你可是一口一声一个菜神呢，你怎么说话破他的名誉呢？哎呦，我说老黄啊，你是说到哪儿想到哪儿去了呀？那我说哪儿去了？这刚刚议员跟永刚吵了一架，永刚一气扭头就跑了，所以呢，我到黄卓这儿来看看他有没有来找他。 你是说永刚？是啊，跑了。是啊。永刚，哎，黄卓，黄卓，哎，等一下，老王，小楼下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看看是什么东西呢？谁在主卧上放什么东西呢？ 永刚在不在家？永刚啊，他应该在吧？你去叫他来听电话，我等他。哎，我去叫他。二哥，永刚，爸，他不在耶。啊，不在。 早点去睡吧。好好好，爸，再见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永华，永刚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哎。妈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 他说议员跟永刚起了冲突，永刚把议员给打了，外公气得到现在都不肯说话。好，现在永刚已经跑了，妈跟舅舅到哪里都找不到他。
你先去把永刚找到，或是你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跟议员打架。嗯，那爸爸你要不要先回来呢？我不要，在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，我不会回来的。到你这儿来过，或是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议员打架？永刚跟议员打架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混小子，听说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就跟议员打了一架，把他外公气得两眼发晕，他人就跑了，到现在不见人影。哎呀，真是要把我气死。他会不会到黄卓那儿去？黄卓？按理说，他应该会去找黄卓的。对，对。天来天来，我想现在暂时不要去找他。为什么？我想他一定会知道你们要去找他。我们等他心里安一安之后。不准备换地方了，你们再去找他不是更好？有道理。哎，文斌，你真不愧是有逃跑经验的人。哎，对了，阿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？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事情就在他那儿发生的嘛。他半夜还跑来找我鬼吼鬼叫的。看你先回去休息好了，反正我到处帮你四处看看，找找看。也好，我就先谢谢了啊。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好好。为什么要跟议员打架呢？他趁着我爸妈怄气的时候，他打击我爸妈。你不是怀疑罗文海吗？怎么又会说议员了呢？我现在知道就是议员。有人在菜场门口用油漆写字骂我爸爸，接下来我就看到议员拿着油漆桶啊。这真的有这种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他们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实在也不好讲话了。这就干脆这样子，这村子议员跟爸爸一起回台北，等到他们吵完架就再搬回来住好了。对对对对，村子啊，议员啊，你爸爸说的有道理，先回台北去好了。那不行啊。怎么不行嘞？爸，这里面啊一定有误会，有误会的话一定要澄清才好。洪斌啊，怎么这么早来啊？有什么事是不是？这里没你的事，你还是先下去吧。是，大哥，我是来跟你打听一件事情的。对呀、你讲过什么事你就讲嘛。我听说你在扯天来跟阿雪的后腿，有没有证实？看，哎呀，没有了。跟你说没有就没有啊。
我还是林天来的助选员呢。你刚刚进我大门，你没有看我门口挂的招牌吗？所以你就帮着天来去打击陈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没有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打击陈玄啊？啊，我只要帮林天来，不帮陈玄就够了。哎，你要搞清楚，哎，选举本来就是一种很认真的事，管他是谁是谁的老婆。你敢发誓你没有做任何事？我为什么不敢发誓？我罗文海只要有半点对不起林天来跟陈雪的话，我就不对啊。干什么？你现在在审案了，我凭什么要在你面前发誓啊？你又不是法官。文斌啊，你要搞清楚哦，你是我罗文海的堂弟。我知道我是你的堂弟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昧着良心去做事了。什么？你现在也敢教训我啊？文斌，拜托，曾经被抓去关的人是你哟，不是我。你不要在我面前卖乖好不好？你如果还肯听我这个堂兄的话，你就赶紧找个女人结婚，赶快搬离开这里。人家陈雪呀、啊、哎呀，不会再跟你有什么好事发生了、啊、哼，就是能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老都老了嘛，还不是跟别的女人一样，老太婆一个。大哥，不要生气的，对不起，可以不可以？我伤到你的心上来了啊！你不应该这种事情都说得出来。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天24小时都盯着，反正德惠之家，我也不去了。我再告诉你，如果你有任何不正当的举动，我会告发你。如果你想尝尝铁窗的智慧的话，你尽管去做好。这个样子，红啊红叔，不要哭了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你怎么不进去呢？我懒得进去。替永刚担心啊。我不要理他，等他走就让他走好了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黄叔，好了，不要哭了嘛，啊！哎呀，干爹没见过你这种人的，他要说哄人家还把人家哄哭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小孩子啊，这真是。大人吵架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？嗯，
你们大人吵架，我们做孩子的才倒霉呢。所以就动不动给我来个失踪。我告诉你，啊，我跟你干妈今天会僵在这儿，那还不是都害在你们这些小家伙的手里？啊？为什么？那是谁叫你们都向着你干妈，就没一个想一想，我这个干爹是在干什么？实在也太固执了，有的时候啊，就像个不讲理的小孩子。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哎，老黄，不要问了，还不是为了永刚吗？这永刚。你问永刚哭什么？他回来不回来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你还怕说嫁不出去啊，嫁不了人呐？哎，老黄，你那张嘴可不是少说两句啊？这是你亲生女儿，说话这么刻薄。刻薄？这你说我刻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听我的吧，以后啊，天海他们家事了，不要管了。找个时间呢，把门口那些字儿，把它刷掉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明天来根本不够资格竞选。对。哦，你以为阿雪就有资格竞选？对。哦，你以为阿雪有一张大学文凭，明天来她没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呸！我告诉你吧，要不是明天来赚钱养活家呀，她哪有闲情雅致去念什么大学？哼！再说啊，你们这些女人呐，都犯这个毛病。哎，稍微失两个字儿啊，就认为自己不得了了。哦，刚当了里长几天就想当议员，我看呐，真要当了议员呐，嘿，可能啊要竞选什么国大代表喽。是又怎么样？哦，就只准你们男人出来竞选什么代表的，哦，就不准我们女人出来也耍耍威风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你以为全天下女人都像我比妹这么没出息啊？想当初我要不是眼睛没睁开。哎呀，嫁给了他，说不定我也念个什么博士、硕士的。哎，我今天也可以竞选什么国大代表之类的啦。有有有有，瞧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。嗯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们女人这个，我才不理那一套呢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按我的老鸟经来说，这个女人呢，天生就是在家里养孩子、伺候丈夫的。哎，至于其他的呢，全是瞎说。好好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呀反正没知识。站住！你说我什么？我说你没知识啊。好，哎，老三，你可听到了？你老婆居然骂我没知识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没听出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别，哎呀呀，干什么嘛，老婆？都是自己人嘛，发什么火嘛？哎，你别拉我，你拉我该揍人了。呀。你要翻脸呢？啊！我为什么不翻？这你老婆侮辱我的人格，我为什么不翻？好嘛，翻脸就翻脸嘛！啊！我老三怕过谁呀、啊？我老三还没看过人翻脸呢，翻脸有什么了不起、啊？翻脸就翻脸嘛，怎么样？老蔡，好了，嗯，你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哦，你忘了你的心脏病、高血压了啊？万一你要真有个什么，哼！还不是我倒霉，又得给你掏腰包，还得替你哭一鼻子。呸！蔡大叔，爸，你们在吵什么啊？都怪我好不好？怪不应该替永刚担心，怪我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也别吵了，你也别哭了，来，进来洗把脸吧。怎么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呢？好了，不哭了。真是。哎。这样都是他们拎下来家的害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永刚这小子要是回来之后，我得好好的修理他一顿。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事儿就怄气。好，算了啊。
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天来，还好吧？还好。就在阿雪不在的时候，很舒服吧？啊。哎，你还敢跟我说？爸，这不要叫我爸爸啊！当初我不赞成阿雪嫁给你的时候，咱们是平辈的哦。你就叫我六金兄，这咱们平桌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啊？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呀。哎，我说天来啊，好像我们的好日子，差不多都过腻了啊。我说天来啊，你那个儿子永刚啊，不认我这个外公嘞，呵，我疼他，我爱他，我看他们一个个长大，他们说不认我，说真的就不认我嘞。这个混账东西，等我找到他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对，不必，千万不能这样做。怎么了？因为啊，你马上也就不要认我这个岳父了，对不对？原来啊，我是知道你对阿雪这次出来竞选这件事情很生气。可是毕竟她是你的老婆呀，对不对？你又何必把她恨得像真的像是仇人一样的，用那种尖酸刻薄的字来骂阿雪呢？啊？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用尖酸刻薄的字骂过阿雪？哦。你是说你没有？我没有啊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啊，我真佩服你们这些读书人了。以前你在采三轮的时候，我发觉你们没有这么好的学问了。不知道哪个混蛋，居然利用我的名义去骂阿雪，然后再用阿雪的名义来骂我。这件事咱们去报告警方，让警方处理这件事，把这些阴谋破坏者统统抓起来。对，我们这是个法治的社会，谁犯了法就要接受制裁啊。对，就像我当年一样嘛。那也得知道这些人是谁呀。亲家母，哎呀，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，这还会影响啊选民对你林天来的印象。所以我刚才啊赶紧到派出所啊替你检举啊，只要一查到这个人是谁，马上给抓来关起来。哎呀，这太坏了，哼，什么玩意儿，我罗文海这一生啊最看不惯这种卑鄙无耻下流的举动。蔡婶，永庆啊，永庆啊，永庆你回来了。对，哎呀，回来正好，蔡田呐，老黄快呀，永庆从国外回来了。蔡婶，哎，有件事情我想麻烦你一下。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永庆，永庆，议员，
大哥，你还是老样子。妈，一毛，一毛，你不会怪我这么晚才回来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能够回来，我们已经很高兴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人都到齐了吧？还是还有谁要我帮你找的呢？暂时不用了。谢谢蔡姐。不要谢我了，你们几个孩子好好商量商量，怎么把你们爸爸妈妈劝和才对。人家讲的家和万事兴，哎，你们可是好好的记住啊。我知道，谢谢蔡姐。好了，那吃饭的时候我再帮你们送饭过来。好好好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永华，永刚怎么样了？找不到人。好，在这儿慢走。嗯，坐吧，慢走。好，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。首先，我想知道永刚为什么会失踪。谁也没通知。接到一梦来信之后，知道家里发生的事，我就赶回来。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家里会有那么大的改变。那么一个和乐安详的家，就会如此分成两半。我在来之前，跟永华他们也都谈过。可是他们也都显得束手无策，于是乎我就想到您，您大概会给我一点线索。你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？永刚是不是躲在你这儿？事情发生的第一天，他是来过。可是当他发现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又走了。为什么不想过问？因为跟我无关，而且我也要走了。要上哪去？上山去种种水果，娶个山地老婆。郭叔，我爸妈答应你了吗？就算你爸妈不答应，我也得走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等到我们家这件事情烟消云散之后你再走呢？因为这件事对我来讲，我一直摆在心里面，我想把这个结给解开。你是不是一直很喜欢我母亲？对不对？这种感情对现在的我来讲，我能够了解，也能够体会。因为我知道你在这里面付出的牺牲很大也很深，所以说你为什么不等我们家恢复旧观之后，我母亲又勇敢地站起来之后你再离开呢？
要跟爸妈讲，才能解开这个僵局啊。哎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能够让干爹干妈退出竞选呢？退出？哪位啊？永庆，你是永庆？干妈，干妈，干妈，永庆，妈，永庆，妈。外公，舅妈，舅舅，真是想不到，我们又有个儿子回来了。外公终于又看到了，外公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应该笑啊，外公，来，爸爸，我们坐下来聊。你坐，啊，坐下，坐下。爸，你坐。这个还好吗？爸爸呢？一梦啊，你们没有把情况跟永清讲明白啊？没有哎。没说。这个事情明天再说好了。永华，你带永清去洗洗澡，换个衣服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一顿，替永清接风。好，那爸是不是也一块去？哎呀，好了，干什么不跟永清说呢？他也是这一家的一份子啊。永清，我跟你说好了，你爸爸跟你妈妈吵架。你妈妈要出来竞选县议员，你爸爸也要出来，两个人比来比去，干脆家里都不住了。现在你妈回外公的家住，你爸爸睡在公司的沙发。现在你爸爸跟罗文海他们在一起，跟你妈妈分成两边。今天他打他，明天他打他。还有永刚跟议员，两个人分成两派。半夜两个人还打架，差点把外公给气昏了。现在永刚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的人。现在你回来，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谁是谁家的孩子，我们做一个结亲。哥，你在说什么嘛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们在分谁是谁的孩子，我说实在，他们没有一个是从你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替他们做主啊。舅舅，我们可以发誓，我们从来没有分过谁是谁的孩子。是啊，而且我相信二哥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问你妈妈好了，看他什么意思吗？阿莫，可以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不是啊，我阿雪啊，你哥哥说得很对，现在你的意思究竟是怎么个想法了？我，哎呀，孩子啊，是你们的孩子，帮你不帮天来，或者是帮天来不帮你，对他们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。是啊，干妈。就是嘛，哎呀，我，爸，如果您不怪我们会冒犯您的话，我想提出我们的办法。好啊。
你们有什么办法？您跟爸一起退出这一次的竞选，等下一次再出来竞选。小家伙，他到现在还没来，这餐厅饭馆这过了时间要打烊的，会不会是先到外公家去了？不可能，我要他们一定先到我这来。你们这场仗究竟要打到几时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老实说，我几乎都已经搞不清楚当初为什么要跟他打对台了。哼，这两天呢，日子过得恍恍惚惚，一会儿想我这么活着到底是干什么，一会儿又想为什么我就扳不回这局死棋。天蓝，你现在也清楚这是局死棋了？那是我这个段数不高的骑士说的，按理说，也不是死棋。干爹，刘伯。爸，永庆，刘伯，过来，让我瞧瞧。有没有羊味儿啊？干爹，羊味儿是没有，倒是一身土味儿呢。土味儿？风尘仆仆啊。集美、春枝他们怎么没来啊？爸讲好了，爸要他们今天都不要来。我是想今天借给永庆这个接风这个机会，跟他们兄妹几个好好谈一谈。永刚怎么没来呢？对呀、爸，永刚到哪儿去了？永刚到哪儿去？难道永华没告诉你啊？他们有告诉我，可是爸您没告诉我。永庆，你这话说的好玩了啊？难道永刚永华他们跟你说还不行，还非要我说？那到底你是儿子还是我是儿子？天哪呀，你忽然跑回来，我都还没有直问你了，这书和念的好好念一半，干嘛跑回来？你倒像老子一样，先来质问我。干爹。爹。天来呀，你别太激动，有话慢慢说嘛。不用慢慢说了。我林天来年纪是一大把，气旺得很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代表你妈的立场来这质问我？是不是你们刚刚先去见过你妈，然后现在摆一副死脸来见我？哼。那我就向您报告，我为什么要急着赶着回家。我在美国念书，一直都念得好好的，我什么事我都不必想，也不必操心，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安定的家，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姐妹是天底下最好的同胞手足。可是当我接到英国的来信，知道家里面发生的情形，父母水火不容，兄弟姐妹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收拾这个残局的时候，我心里乱，我书读不下去，我整天我就想这个事情，家里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，越想心越慌，所以最后我决定回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是当我回来，我听说永刚失踪了，而且前后好几天都已经不见人影。
当我见到我父母的时候，我父母居然连一个字也不提。爸，你们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现在为什么有一个小孩会因为你们之间的冲突而受到伤害？爸，难道你们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爸，永光他失踪，难道他就这样失踪了吗？你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孩子存在似的一样。爸，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你们变了质呢？我记得我当初离开家的时候，情形并不是这个样。现在我那可爱温暖的家到哪去了？我那个最让我尊敬的爸妈到哪去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说的这些事情，没有一件是我愿意去做的。走，你们走。在你们走出这个大门之前，我不要再听到任何人说一个字。这怎么办？永刚，二哥，永刚，大哥，永刚，大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永刚，我看你就看在我们大伙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跟议员的事就算了。我知道是我误会了议员，那些字根本不是议员写的。议员，我给你道歉。永刚，永刚，阿雪，刑务所寄来通知单了，叫你去抽签决定候选人的号码。喂，是选务所吗？您好，我是陈雪，我想请问您，如果我现在想退出竞选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？哦，就是说，只要还没有抽签就可以是吧？哦，好的，能不能请您告诉我，现在有哪几位候选人已经登记了？什么？请你再说一遍。
任翔，是不是责任的任，飞翔的翔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没想到，任翔也登记竞选。想也要回来竞选。是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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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对我的欢迎跟鼓励。这一次我是经由党的征召出来竞选这个县议员，目的呢就是要为了提高这个县议员的素质，发挥学人问政的专长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跟爱护，来回馈我们的社会，报效我们自己的国家。不过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倒是没有想到，那就是阿雪跟林大哥居然榜上有名，成为我的劲敌。我想这大概是上天有意的安排。这个应该叫后来居上，对不对啊？不过这个任翔啊，他读博士可是在你们之前呢，他说什么也没想到你们俩读夜校的居然跟他一起同榜竞选了。不过这个选举啊，只不过是君子之争，不论是谁当选或者是谁不当选呢，就大家一样还是好朋友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。鲁先生，我想你是替我铺好后路了，怕我竞选不到这个县议员，连我最好的两位要好的朋友都给选丢了。各位，老实说，后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在我当初决定参加竞选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我只以为想竞选嘛，就参加竞选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些问题，我统统没有考虑到。那比方说了。这个你提出的政见呢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，很实际？你的政见是不是表示你所发现的这些问题啊，是别人没有发现，只有你自己发现？你的思想、你的观念，是不是很成熟、很正确？这一切种种的种种啊，我自己知道，就凭良心讲。这方面我准备的实在很不充沛，所以呢，今天在你们任叔叔啊回乡参加选举，给大家这个惊喜，同时我也要给各位一个惊喜，我决定我退出竞选。